主席，事到如今，真是腐朽可言，很多人都覺得無言以對，說不要將事件政治化，你簡直是啼笑皆非。這個是立法會來的，立法會不談政治談什麼呢？我們在這裡開 P 唱 K， 政治就是眾人之事，為什麼就講到政治真的好像很得人驚的 totally untouchable or something， 這是什麼官來的呢？嗱，主席話無言以對呢，我仍然是會嘗試盡最後的一些努力，我就不會用改邪歸正那些字眼，我就會用棄暗投明。話今晚的分組點票呢，就在功能組別那裡還欠四票嘛，我呢就希望游說一下即平時我覺得都可以傾偈的林大輝議員，大輝議員在這裡的，我有留意呢，大輝議員呢他就零零舍舍是特別關注教育，我們所有做過老師的都知道，我們要改革社會呢，即第一選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來的，我們教年輕人教下一代一些公平公義公道的精神。我時時跟年輕人說呢，就公平有時是難的，你跟你媽媽就這世都不可能公平的了，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了，你在地鐵就千祈不要跟婆婆爭位坐，不可以跟她說我跟你都是平等的人，難的。而公義呢，一個義字是很難斟酌的，有江湖義氣的義，有在法庭跟你說即是人倫那種真正的法治精神的道義，那個義字是即視乎哪個人在說什麼說話。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字仍然是公道，大家你問心那句，整件事是不是公道？ Is it fair? Is it really really fair?你問自己，我不用良心這些字眼，因為良心我想一般人都有的，但是就視乎可能說我們幾錢斤，我們的公道精神，我們怎樣教下一代？三個人一起比賽，只因為他呢就那個母公司很踏水，他的母公司呢就很有威勢，你呢就什麼都沒有。年輕人，你輸在起跑線。原來他一開始即直情是在一個innate disadvantage， 是與生俱來的，是你本來就原來你不夠財雄勢厚，那你不要邀請他啦，是嗎？你不要比達地他，你搞電視城啦，一於去啦。另一位議員馬逢國議員，他正話喺度嘅，而家係咪走咗？就馬議員咧，佢係代表體育出版文化演藝界。嗱，我相信今日咧，佢呢個決定對呢個界別嘅代表嚟講咧，應該亦都係特別困難嘅。真係，我都唔俾啲咩數字你喺度讀稿。我哋每一年有幾多演藝學院嘅同學畢業？還有我們很多大學裡面的傳理系多媒體甚至新聞系，新聞也是文化，演藝也是文化，可不可以為我們下一代想多一點？而當然我一定要跟經文聯的議員都要提一提，你們的招牌就以經濟掛帥，我非常有信心你們一定看過在信報連月增的一篇真是紅文來的，很長，我當然不會在這裡拿著在這裡讀了。連月增就說以他的計算，他是一個有 standing 的經濟學家，連月增說你不給王維基香港電視那個牌照呢，五年之內香港的經濟損失可以去到400億。
點計呢？石議員，你想一想點計呢？我哋呢啲損失，你話成日都話啊，我哋啊呢、這個市場事實係啊吃不消啊咁。你俾個市場決定，你俾觀眾決定，你甚至俾廣告商決定。有人話廣告嗰啲錢啊，喂，真係係咁大個餅分唔到噶啦。你俾廣告商決定，我想去 A、B、C、D、O、E， 你俾多一個我，點解我冇得揀呢？呢個係一個我哋係世界上數一數二嘅自由市場。香港有個很好的例子，我相信經民聯入面的同事呢、議員，他們都很熟悉的了，就是在美國沃爾瑪是怎樣可以撼低 Kmart， 兩個幾乎是一起出現，但是、那些連鎖店是比較便宜的、物品來的了。沃尔玛初初都是想着，哎，即系我哋啲钱又唔够人掂啊，咁同埋望住对面 Kmart 咧，个心态啊系小明星，系望住天王巨星。佢有句说话噶，啊，直情话，有阵时诶，佢有个主管系咁讲，佢有阵时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即系冇得竞争，即系人哋咁大。我哋咁細，人哋係巨人，我哋係只係一個小小的嚇，一個兒童相對一個巨人都唔使打咁樣。Sometimes I felt like we couldn't compete， 唔使比較，冇得爭。但係終於Walmart 係亦做沃爾瑪嘅嚇，係可以成功地打低 Kmart， 又唔係真係話打低曬嘅，但係。他最终不是哪个财雄势大，是讲个管理的模式和是市场策略，不是说哪个多钱呢就一定是、他有信心、一定不会冧的，一定不会、搞到香港呢是、啊、很多人失业、啊、现在问题是你有这样的决定，霎时就有320人失业。我知局長，我相信你是即係係 upset 嘅，係真 upset 嘅咯嗰度嚇。咁、啊、但係點解要咁樣嘅決定？咁當然你係要即係跟住大隊去嘅，你唔可以有個人意見。但係呢、這個你係未能夠取信於民。我知道好多人到尋晚為止啊，都諗住。咁啊，梁振英就話再傾一傾啊嘛，即係同大家再講一講，咁啊等睇下佢有咩講啦，係嘛？先再睇睇。嗱，各位，如果你真係仍然未決定嘅話，啊，大輝議員，啊，禮謙議員嚇、啊，你真係諗清楚，佢尋日嗰六頁啊，佢真係可以說服到你。喂，真係六頁荒唐言。是没有一句是有新意的，除了是有些含沙射影的 insinuation、啊、你可能不知道含沙射影就是说没有后面没有财雄势大的、没有公司支撑呢、就是阿妈那个没有公司、啊、你就有些麻烦的了。香港的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全部都是向下滑，我們最新的一個調查看到啦，就說香港人對新聞自由、電視新聞那些那個信心程度是即幾乎是有史以來是最低那麼滯的。記協昨天就出了聲明，就譴責政府什麼綠葉聲明，說什麼你為什麼你梁振英不夠膽站出來，你見記者他是不夠膽面對記者的質詢，他是不夠膽面對新聞界，尤其是一定是直播的，你有沒有搞錯？有什麼理由一個政府的施政你是完全單向、溝通，單向自己發表，我講完了你不信服的你的事、啊、你不喜歡聽吧，什麼態度呢？香港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我哋第四權係新聞界，你已經唔理噶啦。立法會嘅天職就係要監察行政，你施政嘅失誤。如果我哋連三權分立，這個立法會最基本的一個功能就是監察政府，這個行政的施政都做不到的話，香港真是淪陷的，香港真是會淪陷的。你有沒有聽到多少人最近經常說，喂，香港怎麼現在這樣的，你真的很陌生的，這個什麼城市不是我們以前熟悉的城市，即这三两年来的改变实在太大太大。今次发牌争议，你说哇，什么香港人很夸张，没有电视看都会吵得那么紧要。不是只是电视的问题，大家知道的，不是只是说哎呀没有电视看，没得电视什么捞饭，好嬲啊。我们不是那么浅薄的。你而家係真真正正踐踏咗我哋即係最核心嘅一樣嘢，大家係做生意嘅人，尤其是嗰種公道精神，嗰種最基本嘅人生在世，做人處事，係要 being fair。你係咪一個公道嘅人？呢個政府係咪一個公道嘅政府？如果我哋連三權分立，連立法會最基本嘅功能都捍衛不到，真的要為香港悲哀。主席，那六頁的新聞稿不單止沒有開誠布公，它現在是直情是將香港的所有其他可以鉛制到行政的一些力量是完全漠視的，由新聞界到這個立法會，梁振英一男子，他是真的拖累香港。多謝。